这边有人跑啊！那石头后面有一个，他都得开一点球就关了，是几个意思？真就躲得不出来啊，这个人。这把都可以杀前锋了都。感觉这把他们可能不救啊。一个锈蚀像，一个大防，一个三连。估计是没人想救。这卖啊！真就卖了呀！虽然这个人下去了，我没看见。让他们插一台电机，插一台废墟，或者是插一台T字。哎呀，真的是恨死这几个字了。我不是很懂，我都已经传送到他脸上了，他还在修。哎，怎么老放不了蛛丝啊？我也是醉了。
植物是真的弱了呀！你看，还就那么好的节奏，还是只能三烧，要么就是刚才追一个人，追个磁铁都不能拦住人，太真实了，弱成啥样了都不进了。去的太狠了吧，应该是，翻窗又慢，一级加速也慢，别人还能跟他玩板，太惨了。哎呦，这最后一秒，他给我来一个这么个提示，我心太崩了。哎，我怎么按到喷气了？我也是醉了。各种神操作，我操！黑妹三针喉难受，
有人在摸人。真就全跑啊！吓的！破图只能用二姑鬼打，用其他图图稳输，没办法呀。怎么就慢翻了？你怎么动也不打了？要是我就卖了。真卖了。走了。你肯定卖了。还不救吗？还不就，这不就去了吗？
nice 啊，你这谢了啊，一个无人就直接倒打炸了。日勇炮不是零分吗？啥都没干就死了。这把结束的真快呀！731。这很真实。不想打第五的时候有车了，想打第五的时候等那个17、18分钟。哎，这个春点就很烦，跑了两台机子。哎，躲哪玩手机呢？跑人皇玩手机啊？这还敢再飘一点、啊？哎，我看见他了，没防一手。哎，汽油弹也没打出去，我炸了！还带狙击，我操！
他们重新修。这么快就三层猴了吗？我都傻了。怀表是真的多。磁铁跑了，那个翻的是谁啊？调音师吗？
这弹的还好痛哦，我日！真就直接秒救啊！再来一刀！不好又在摸，哎，我在干嘛？怎么放到酒了呀？
我觉得他应该三瓶香水，修不完，我觉得，要修的话还差。又去救人。我现在头很大，因为他做那些菜单什么的，他需要一个技术员，然后加上组成什么的都需要花大量时间。哎，跑哪去了？哎呦，刚才追那个。亮了。哎呦，分心了！我想去拉屎已经去了，醉了。哦哟，好痛啊！被他揍一下。打不动啊，我很尴尬的呀。
太惯性了，真就只剩一台了哟。 打你仗了，真是没打针对呀！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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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又没地窖。前锋，还敢翻呢？这开球救了呀！甚至死了。要他刀的要来了。
这5阶一样，跟5阶5的打的，可以，一把废墟角落，一把死亡角落，音乐王冠了，我是，走着走着一个 A O。 好香。 看来这把除了调香师，没人能救他了。好吧，前锋摸好了，前锋还能再救一波。 估计是想开球就，并不开球就挂死就，那我得拦住他了，做好视野嘛，窗户封了。
继续。这边的人会过来救小木屋了。到了，乌鸦飞了。能走不走，非要过来吸一下。这帮不去了。念那一个出人点。估计刷的不是特别好，万一是个前锋，我又得跑到小木屋，我又得跑，要把自己活累死。你看前锋。还好没去，哎呦，致命空刀，问题不大。不是他这波你球没了呀？还被盖，不是还被抽刀。这都不能穿，冲起了。
看他们防了一手时长。真是！真是指甲刀啊！白回一刀，被人刷死了，可惜。哇，这限制飞起来了！可以，这是要把自己卖了。跑得好快啊！门又没开，角落，调香室刷包，那这个肯定是机械式了。看见脚印了，还在玩。没想到吧？多去障碍物这边插眼，因为他人的话，他肯定不会就是走空地，他肯定会从障碍物那边绕。
完了，我不知道倒哪了，尴尬。演员也带个怀表啊，他能不能更刺激一点？再来一个怀表，是不是那个机械师也带个怀表？我得搞快点走，他这边换挂太伤了，半天机要修完了。挂到外头吧，啤酒 VIP 想挂单。怕出事还是不挂 VIP 了，我缺种子。这么快就到门了吗？哎，不过演员开不到门，他这个负面 buff 我一直都没记住，他开门很难受的。